跟你死嘞死嘞啊嘛，过来啊，修来修去。我讲了你要死来死的。哎，杰克，我问你，海叔，这个一体罐可以两可以叠在一起吗？可以，然后叠，但是它不会往下流，对，它不会往下流，它就是一个瓶子而已。我是说在身上的时候，物品是可以叠在一起吗？无法叠，无法叠，那我这个比较好，我对可以叠在一起。你是用什么东西？就焦黑容器啊，就是我们用那个Tinker那个容器。可是它整出四罐啊，四罐，可是它可以叠在一起啊。哦，就是说身上64个物品都是那个这个物品的。哦，我那天多做很多个哎、欸，这样它可以叠在一起，这个比较好用。休，我不休息啊！哦，你各位休息的人还在休，不是我准备往上。时间好冷漠、哦。鬼刚准备休息休息，相当于你这样超可怜。哦，哎、欸，活下来，我活下来了。我刚准备冲上来救你。我家上面史莱姆方块就是紫色的哎、欸。哎呦，走开！去，不要。不确定了，Go Go 繁星家 ，Go Go 小鸡鸡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嗨，繁星，真的是小鸡鸡，哪里啊？下界铁矿哦，干嘛啦？要死的，干嘛？到底啦？哎呀，种花在弄哦，哦，看到了。可是这踩了之后就不会生了，不是吗？他就好，然后生就生一两次而已啊。我看我那边没生啊，我完全没有生过史莱姆哎、欸。没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在往上叠，然后挖开的时候瞬间看到岩浆。主导不是也有紫色史莱姆岛吗？不是主导啦，那个啦，重生点。我不知道，我想说 有近的就来近的，这哪里近啊？离你家很近啊！啊，你要拿几个？要留给我哎、欸。我拿素描就好了啦。素描？素描够吗？我家下面箱子就有素描啦。那它种出来是紫色吗？它的根茎是紫色的吗？根茎是绿色啊。哦，我想要有没有根茎是紫色的、啊？有另外一座啦，那边有另外一座，我还没有去看过。还跳的，因为我那边有根茎是绿色，但叶子是紫色的。啊，所以这样会有吗？会偶尔掉球而已。哦。我带个几块就好。还闲闲的还要拿？真的是闲、欸。不是哦，一块的当然要拿、啊。我是说素描。你够了哦，这边是私有土地了哦。拿太多了啦，八块而已哦，哦，八块八，我帮你打下去哦。不是啊，另外一边还有一座啊。啊！我把烤马铃薯丢到听壳里面去了，等一下，哎，捡不回来。那你把你一些素描给我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我会这样的。那他会烤好吗？嘴桶捞死蓝水回家也会生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可以捞水呢，对呢。对，那、啊、什么意思啊？对呢，对呢。它不是捞了之后就不能就不会长了吗？什么意思叫不会长了吗？就水，它不是无限水源啊。对啊，它就一桶一桶啊。对啊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就没了、啊，就没有就没了。你那个水可以直接灌到那个听课的熔炉里面啊。嘿，然后嘞会怎样？啊，就可以做使用啊！不懂，紫色的可以做骑士史莱姆的东西啊。哦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，啊，这样水不就会没有吗？史莱姆的水是，对啊，最后会用完啊。啊，我可以捞吗？很丑哎、欸，可以不要吗？你可以去死棒捞吗？拜托。好，我去死棒捞。去死棒捞。对你捞完你到的时候跟我讲，我也要过去捞。我记得石棒是哪里啊？石棒有啊，我们有做个飞行包包哦，我的妈呀！有啊，石棒，你打开地图，石棒的左边就有一个绿色跟蓝色的啊。嗯，可是那个水应该是蓝色水吧？我看是绿，刚刚紫色啊。假的哦。赌多少？来，
可以不要赌吗？一个黑曜石箱，一个黑曜石箱，好贵哟、哦！就跟你讲是吼，不相信我、哦我还没看到、哦。就算你再怎么讨厌我，我也不会欺骗你啊。后来有改合成说法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东西？太阳花。你看一下他，他里面没有做书吗？他书里面没有太阳花了啊。他会不会用？我才很疑惑啊。哪一哪？那个水会生史莱姆、哦，史莱姆水会生史莱姆啊，所以我可以养在家里打，是不是？是神哦，他们讲的啊，史莱姆水会生史莱姆，那所以就可以吗？团一个问号。哦，我看到那个了，祭坛好像是深渊的，深渊祭坛。重那个重生点附近有一个，有啊，我都附近有绕过。深蓝色，哦有。然后去绕咯，然后再去地图标点，然后传过去史莱姆塔。哎、欸，哇啊！都传送铁桶了啊！木桶准备烧起来了。是晚上才会升吗？我感觉不是啊，已完成进度點。这个进度是在据点五。再花要来上制作一个，这难接点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啊？跟一个据点。”我很无助啊。有几率而已哦，哦啊，如果我可以做那个吗？紫色史莱姆，它会升史莱姆不是吗？的装备。啊不打怪打一打会喷史莱姆出来，有用吗？嗯、史莱姆，它是绿色的啊，就只会绿色不会紫色、哦。不会啊，我遇到的都是绿色的。你是用绿色做的不是吗？还是你用蓝色做的？你说副效果？啊，小雨了。对啊，我是想问说用如果用紫色材料，嗯，你可以试看看，因为我是用绿色做的。嗯，我想试。我好不敢一直靠着那个旁边叠砖块，感觉随时会突然卡一下、啊。对，我都叠好一个，确定它生成以后才走过去，再叠下一个。我已经有画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怕哦！感谢礼物。哎呦，看它闪了一下，有点可怕。我要上去绕绕到忘记。我一直没看到哪里啊？你打开地图，你在石棒了没？我在石棒啊，我已经绕了一圈了。石棒的左边。哦，我一直往右边。嗯。你是不是真的都不听我讲话？没有。你这样我真的是很难过。不要难过。还笑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会蔓延吗？”啊啊！果然发生悲剧了，原来是从高处跌落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还好我不是掉岩浆，我不是掉岩浆，你又是掉旁边的地上面。有救有救！嗯，你要不要TP 回家指令先打好？你找史莱姆速更快，蓝色导游紫好像就是蓝色。太阳的跟月亮的都没了哦，好吧。蓝色的导游紫莱姆，史莱姆速，蓝色的导，蓝色的导，蓝色的导，要刷跌落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哪里要怎么会来到这边来啊？啊，好像没看过蓝色岛哎、欸，可以做绿色史莱姆的稿子，挖石头、泥土、木头一样快。啊，是啊、哦，嗯，东西，绿色史莱姆的稿子是惯用工具就对了。嗯、哇，这边有三座哎，安心，怎么上去？在哪里？石棒吗？对啊，就是紫色、绿色、绿色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，我可以直接这样。哎、欸，要是等他的树，你赶快上去啊！我在等你上去、欸，哎。好啦。掉了。怎么会？会是什么？我刚刚问什么问题？对不起，我老了。我刚刚问题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刚刚问什么问题？你刚刚说了什么？我刚刚说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发现聊天是一个会。刚问了什么？刚是我弟帮我打字的。你们弟帮你打字的吗？刚刚被盗，我哥用我账号被盗。哦，好哦。哦，好、啊、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没关系。好的。刚不是我，拜托帮我也编，不是我。没关系，我还是把你这个账号先编掉，你再创一个。你先去冷静。我知道你账号很多，慢慢来。爆了，装备曝光了。没关系，铁很多。帮你再做个听课好了。嗯。简单的听课就好，这个也太高了吧？是笔直的叠哦。对啊。哦，也是啦。也可以放一桶水，就可以上上下下了。那你记得放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然你把上面的水打掉就好啦，让它自己留下来啊。是一滴水。啊？它会水不同的水不是？会啊，会慢慢往下流啊。嗯。哦，要看他能不能游啊，可以游，可以，因为就游过，你再不看呢、啊？哦，好，可以来了，我到了，真的哈，嗯，哎、欸，跟我家很像哎、欸。那我要挖几个回去补你刚刚那个地方啊那我最后我就开挖了。你拿八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先快挖，我拿八个就好。这个能做什么装啊？紫色是做骑士，战斧骑士装。嗯哼，他是怎么用手工具打都一样啊？你可以用铲子，你可以用那个九层三三三乘三的，对对对，可以用那个。我看到弹性加地狱门了，我看到了。怎么每次都差一格啊？哦。这史莱姆加上石头、铁可以做成骑士。史莱姆哇，三种材质都特别快。你是不是刚去哈基那边打过一样的字啊？感谢。刚刚还想问清楚。感谢你的爱。来倒一个下去，哪边？哪边是出生口？我已经到了。哦、嗯。那我们要去另外隔壁洞吗？哎，紫色的树哎。我的就是那种紫色树啊，可是有蓝色的那个欸，这是蓝色的金吗？蓝色的、哦、蓝色的方块，对啊。你要吗？你要的话可以啊。不要啊，我什么都要，我全都要。我全都要。不是放到魔力池吗？先等树苗掉完了、啊，捡一捡。你都完了、欸啊？你过去了、啊？我还没啊，我去哪里啊？我没方块啊，哦、忘了带啊。哎、哦欸，我有石头。我跌了。好。要开始要考验友情了。究竟他会把你推下去？对。究竟是我先推你呢，还是你先推我？啊，这两个史莱姆可以。我手上有一半的树啊！我操。哎、欸，一半的树哎、欸。然后，好，跳到池子中间好了，还是要倒水下去。嗯，等一下。你还有捞吗？我有捞啊，我捞水啊。哦、啊，那就。那会混合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很，哎呦喂啊！很哎呦喂啊！很哎呦喂啊！
哎呦，看来是不会呢，好特别哦。随便变，我手一般输了。天、啊，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来电我？啊哟！精灵吧？精灵？为什么精灵？精灵会电人。你为什么电我？我没惹你啊！雷精灵。啊！好痛！把精灵，把精灵，你叫精灵在守门。这假的。